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场。弟兄姐妹晚安，平安。平安。网络上弟兄姐妹们晚安，让我们一同起立好吗？我们先来祷告，来预备我们的心，跟神说：主啊，卸下我的劳苦愁烦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一个渴望的心，渴慕干渴的心，要来遇见神。让我们同声来开口来祷告。我的力量，再来看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。
有点空间给讲话。Thank you.
拜。